阿贝，我来了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贝。那么今天呢是阿贝 ZF 开服的第八天。那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。我免费呢拿到价值差不多10000钻的东西。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许愿排行。那在刚开服的第一周的活动就是这个。那它主要呢就是去比说你点金的这个次数。那点的越多，那你就有机会去拿到比较好的排名。那最好呢，我们上要去买这个特殊的礼包啦。那像我上一次呢，就拿到第一名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获得到的这个奖励：10张奇迹券，然后100钻，啊不是1000钻，跟2颗月亮符文。那10张奇迹券呢，差不多就有价值个5000吧，5000钻。然后这个1000钻，那这个呢？一个差不多是2000钻哦，2-3000钻的一个价值，那等于说多少？10000多钻啊，各位，白嫖10000多钻啊。那么下礼拜呢，他就会换这个任务，变成是来比这个快速作战。那快速作战呢，就会有人问说，那每一个人不是快速作战的次数都一样吗？如果你有买快速作战的这个升级特权，那每个人都一样啊。那谁是第一名呢？关键啊，就在最后一天啊、哦，我们最后一天呢，对不对？我们只要去这个快速冒险，然后最后一天按最快的人，应该没问题，就会排名到这个第一名，那就可以再去拿到刚刚阿贝讲的这个资源哇！所以说，我们最后一天一过12点，就是第六天要到第七天的12点，一定要赶快的去按一按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，我把这个快速作战刷一刷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探索接的任务。那在这里呢，没有花多少钻石啊，然后呢就可以刷到这么多东西了，那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、啊。不过它这边的几率啊，我觉得是比较低的。那我之前玩那一款呢，是平均差不多3次。就会必出这个紫色以上、哦、那性价比更高。那这一款的话呢，我觉得也是可以，因为我这其实也没有花多少啊。对啊，我是没有去算啦、啊、但是就没有花多少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说，这边还有一个礼包，今天的这个礼包900多的，怎么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去了、欸？应该是，好像哦，这个啦，980。高能周卡，那整体来说，我觉得性价比还蛮不错的。那这边呢，可以去获得到这个10个的皮肤碎片哦，我觉得蛮划算的。然后还可以拿到这个很多的抽抽，可以拿到12抽980，还有皮肤碎片，我觉得非常划算。好，再来，刚刚还有花了一个蛮大一笔的，那就是我这个 VIP 的奖励。耶，在哪边看啊？奇怪，他这个真的是有点乱。乱到我都不知道在哪里看，奇怪，我的那个 VIP 4啊 ，VIP 4会有一个 VIP 的礼包，好像是每天签到是不是？不是啊，然后花了2000钻吧，1888，然后买了很多东西，我也觉得蛮划算的，可是我现在找不到，不知道去哪了，反正就是 VIP 4的一个礼包啊。对，好，再来，我们要来给大家看什么哦？看我们可以领到多少资源来咯，高能周卡嘛，啊，刚除了这个限时特惠，每天呢我就除个70块，然后最后一天把它全部扫掉，然后呢这边就可以去拿到这个光暗输出自选。那我先不会开，我会先留着，因为现在这几只对我来说呢，目前都是用不到的。然后这边还可以获得到这个500万的经验，跟500万的金币，主要是经验啦，很缺，所以我现在这个经验超多的、欸。我今天这个经验章领下来，哇，2000多万，刚开始就2000多万了，大爆升一波啊，兄弟们！那我们来把这个奖励领一领，哇，这边还有这个异界入侵排行第七名，不是，这第几名？不知道第几耶，反正领了7张的灵物卷哦，非常非常非常的肥哦。还有这个什么心愿派对排行，然后许愿排行等等之类的综合试炼排行，来，
一键领取，哇，一整排，赞烂赞烂。那差不多呢，也要开始来存这个资源了，就是我们资源要稍微的囤一下，好不好？哇，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开始准备抽抽了。妹妹在讲话，在学讲话。好，那我们最主要呢，就是要去拿到这个梦境学院 skin， 加1%攻击，加1%生命，还有30抽的高能晶石哦。好，那当然有一个活动我们要存嘛，要存那个抽抽，但我觉得之后再说吧，对不对？我们前面还是要先把这个整体的战力拉起来啦。我不是说特别喜欢蹲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先玩先享受，对不对？不然你会玩多久都不知道。我看过很多人带着一堆资源退坑啊，我曾经也是其中一个。所以呢，这一次我们一些该跟的活动，我认为就跟一跟，好不好？毕竟现在这个游戏这么多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气在来来了，该出货了吧？女仆苏菲，疯外婆，谢谢。谢谢各位观众，出货了，来了，没有金，气在来，合情合理啊！来了一只黑龙魔女，不要，就一只黑龙魔女，我的天，真的假的？气在来，哦。槽位不足，哇！那我整理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来57抽，各位观众，该转运啦！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啊，该来了吧？我笑了。哇，一个心灵召唤都没有。听说好像十连抽比较厉害，听说的我也不太清楚。来，再来，各位观众，气再来，贝拉女神，耶、yeah, ，又一个你老师哎、欸，三胞胎，结果我以为要出什么好东西了，这给我干嘛？三胞胎啊，三胞胎其实也算不错了啦，但前提呢，我是想要疯外婆啦。不然白雪游历，幻豆公主，尴尬了，精英出了，精英出了，应该就要再等了。好了，这边喝个酒糖，我们转个运，转个运一下，没错，没有意外啊，完完全全的没有意外啊。再来，抽到干了，耶、yeah! ，什么都没有，莫多可是。那么多，为什么不是白雪啊？太无情了啦！100块不要不花，我们是小氪玩家，对不对？微氪玩家，慢慢的氪就好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集结的奖励。OK， 我们现在积分来到了1800，差最后的700分。结果很尴尬哎、欸，结果很尴尬哎、欸，我们现在还是拿不到哎、欸。梦境骰50次，奇境，哎呦，我先挑战一下哦。好，那我刚刚呢去把我的人鱼利儿上到了180等，最主要呢我就是要拼秒杀，对不对？第一回合、第二回合就把你直接带走了，所以呢我选择去用了这个人鱼利儿。那之后呢，好不好用会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那刚刚呢，我们这个梦境学院又去领到了20抽，来，非洲的开始又来了。各位观众，不可能出什么白雪游历，怎么可能打我脸啊？摩亚马尔，可恶，又出精英了啊！这算史诗啊，这算史诗啊！来，各位观众，气在来。该出货了吧？欧气值1300分，破纪录了！各位观众们，出货啦！
出货了，150。啊？什么东西？破纪录哎！我第一次破纪录标哦。我破纪录。嗯，我破纪录了。兄弟们，我破纪录啦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嘞，超越 99.68， 哪里超越了？我这三只我就换一只白雪游历，换一只风外婆，好不好？超越！哎呀，哪里超越？就问你哪里超越？完了，我好像该射的都射完了，哎，怎么办？那这边我没记错的话，是要50抽才保底啊，然后也要先选到大奖。那大奖呢，这边我们可以去拿。我的话呢，就要去拿苏菲啦，因为我没有其他可以地方拿苏菲了。哦，这也就是我唯一拿苏菲的一个管道。看他什么时候出吧，存个50张，直接把它抽烂抽出来，好不好？飞到已经语无伦次了。来，那接下来呢，我是要去把那个我本来想说抽到白雪游历，我就直接把白雪游历上到10星。那没抽到的话呢，我就把人鱼丽儿上到9星。为什么？因为要把这个速度提起来，提速一下。那提速之后呢？我这个 buff 才可以加到我的这个白雪游历的这个身上哦。好，最后呢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目前整体的一个战力。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豆漫呢，是爬到了241层。好，那我们就明天来看能不能，明天应该是可以来把我们的这个白雪游历上到10星了，因为我们的仙境迷踪的活动。就已经来到了第六轮。第六轮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去获得到这个三系伙伴的自选卡。到时候我们的这个白雪游历的这个10星就要出来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分享呢就到这边，希望啊对大家会有帮助。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板提问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阿贝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